10分钟哦，多两分钟。10分钟要做出这套，太长了，太长了。多两分钟，哎呦，你干什么呢？什么表情？你看他什么样子？什么嘴脸啊？会弃权吗？冷静，找别人帮你玩了。可以的，你可以的。好，有没有信心？没有。三天四季豆，芥菜心炒干贝，这个算难的哎，这样应该不会太冷吧？油温，嘉怡是会的哦，他会，有盖，你帮他试一下味道。哦，对吼，可以试。我是点哦。范范，冬菜在这边呢。I'm sorry。干贝四季豆，我们家里开阳好不好？干贝，干贝那是给芥菜心的。哦，芥菜心的。这位主厨，二叔愿意跟你参与，你应该觉得很开心才对。我拿着我很高兴，我一点都不生气。我那是缘分。欢迎观众朋友准时收看《型男大主厨》，主持人六周年不服输验收站。其实不服输是我讲，不是你讲。这次呢不服输，因为这次是你自己特别要求的。对啊，因为其实上次我是有机会赢的，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，第一阶段那个咖喱海鲜炒面我是赢的，对。然后最后呢，我一不小心就稍微不专心一点点，就让你赢回去了。我觉得太可惜。其实我说真的，说实在话，那天你可以拿到2票，应该已经很高兴了。哦，不不不不不，啊，不不不，他们在外面就有都有加注，都是我赢。哦，这样的哦，对，场外有下注就对了。有下注啊。两位来宾，都不止六周年了。对。他们有好几个六周年了，我看。好，这两位都是才女来的，欢迎范玮琪、陆嘉怡，欢迎。欢迎两位。恭喜恭喜！恭喜是，女儿你也有哎，可是等一下给你。哎呦，小雨，哇，这一次肯定精彩，这出道几年了？今年11，你看快要2个6周年了，真的，对不对？出道11年，我专辑出超过10张了吧？刚好第11张，刚好一年一张，哇，太跑太跑了，从少女变人妻，真的。少女熟女变人妻，然后越来越变人母。有人称呼你陈太太，对不对？黑太太，对黑太太，黑人啊什么？谁叫黑太太？感觉对啊，其他山寨夫人那种。黑白的，对，黑白的，黑白有。黑白的，陈太太偶尔。好好把这个专辑介绍一下，好，就是爱在一起，爱在一起，对 ，together， 然后也是，其实我觉得结婚。怎么讲？我常常会忘记我已经结婚，可是呢，我觉得有一点点心情上不一样。因为你们没住在一起是吧？有啦，有住在一起。然后呢，重点我想到哪去了？重点就是结婚以后，我觉得就是有一种1+1=2的感觉，就是不管做什么事情，觉得好像不是一个人了，好像是可以两个人。对。应该是这样，应该是这样，所以这个专辑就是希望可以有这种把这个在一起的感觉，怎么讲啊？放在音乐里面。当然，你其实对于这种男女感情啊，这种一些很甜蜜的地方，或者很那种很奇妙的感觉，它能够小女人的心情。对啊，他总是写得很好，对不对？黑白配写得多好。而且还有一首歌，就是你结婚之前出那个最重要的，对对对，哦。我跟你讲，我每次唱那个，我都想说以后我结婚要唱。对，就超难，人家很多学弟姐都想。你是要听还是要唱？再讲一遍。我本身要上台唱。你自己要唱，不要啦。大家来吃饭的，你觉得心情会受影响吗？请人家唱，或者可以请范姐来唱。哦，没有，我自己要唱。对，其实这首歌真的很多人喜欢在。最重要的决定，婚礼。这次有挑战啊，这是有一个最心爱的你啊，对，就是你的好朋友建良帮你写的，对不对？给大家先听，抢听为快，好不好？欢迎。谢谢。看你渐渐的睡去，任风中紧抱着你，孩子般的无邪安宁。幸福就那么笃定，突然想写一封信，给我最亲爱的你，看你不畏惧，一股杀劲，有时候多不忍心，夜里无声眼泪惊天动地，我心疼你，为何倔强？
曾失望伤过心，你总相信那片乌云已散去，从没变得孩子气，常让我生气却又着迷，就算冷眼伤了你，却不曾逃避，横冲直撞也不管受了委屈，我会守护你那颗赤子的心，永远不分离。谢谢。哇，听到，真的假的啦？谢谢你，我结婚要多可以唱一首歌，你有没有？不是，你刚刚在跟我讲什么首歌可以唱的？我们其实，你结婚那天，我们不是在乎是你能吃到两首歌，我可以吃到两盘好菜。好菜，没错，这重要。这有感觉，而且把你们两个人写的其实哦，孩子般，对不对？其实黑人就是一个，他就是一个 big boy。哎，刚刚第二哥也是嘛。我比较，对，我现在不是了。现在不是吗？我现在不是，是大幼稚鬼。没有啦，比较胖，失敬的幼稚鬼。你让我有一个最重要的决定，要不要打你们两个人？哦，不对不起，可能是你们三个。第一阶段我们先来吃吃看， yeah. 好不好？先吃再来做菜。好，詹姆斯，请公布第一道，请看。白粥海鲜意大利面 ，together 一起做菜。啊，一下啦！哟呼，好好吃的感觉哦。为什么它是宽的呀、啊？它是宽面啊，意大利面其实有很多种啊。这就是那种 pasta 那种。哎，对，它是 pasta。先来一人，看一块的哦。一块。好，等一下再吃哦。那加点海鲜料，试一下它怎么切的，懂不懂？哦。然后吃它的熟度。那这给你，这给你。我们只有十五秒钟计时开始。好。九嘛。五。四。三。蛮淡的，不能太久。为什么会做到这么的蘸味？这也太好吃了吧！我不可能做得出来这种料，而且虾子要切开。我是说，为什么他们来当二厨，搞了半天当我们的二厨啊？因为盯他血池啊，后面的横扁看到没有？六十多年不服输。他不服输，他输过。因为我上次不小心输给陈哥，我不小心让他得了两票，我不小心。了解。就这样，詹姆斯，白酒海鲜意大利面，请说明注意重点。好，首先呢，请不要熬虾汤。我知道。原因是，如果说你每一道意大利面都熬虾汤，是每道意大利面味道都一样。对对。所以我们希望呈现出来，意大利面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味道。再来就是你把海鲜的味道呈现好，怎么样把海鲜味道放到面里面去，这样就好。好。很简单啦，不难啦，不难是吧？那大家想办法，好吧？各显神通。好。一共只有八分钟的时间，十分钟。哦，多两分钟。十分钟要做出这道，太长了。那边多两分钟。什么的什么表情？你看他什么样子，什么嘴脸啊？被弃权吗？真的？你冷静！叫别人帮你磨饭呢。加油，人妻！可以的，你可以的。好，有没有信心？没有。比赛都还没开始，程程的小帮手范玮琪就已经宣布放弃。这场巧巧的不服输复仇赛，程程能有胜算吗？辣椒，他有放很多吗？没有，一半就好，再多一点。这样吧，几乎是全部了吧。哦，好，你们，我说你放的几乎是全部了，我没有叫你全部放下去哦。你说的，所以说你们不要听旁人讲什么。没事，我给你看，如果味道不太确定，中间都可以再出去吃哦。真的吗？你明明不会做，你再多试两次，有什么差别吗？好像试一试就比较会的感觉。你冷静！叫别人帮你磨饭呢。加油，人妻！可以的，你可以的。好，有没有信心？没有。还有这样子，不能当恶主。十分钟计时开始。OK，Go。先你在那个水里面加盐，好不好？好的，糖要不要加？不要。好的。如果味道不太确定，中间都可以再出去吃哦。真的吗？对对。好。你是饿了吧你？你明明不会做，你再多试两次，有什么差别吗？好像吃一次就比较会的感觉。吃一次就比较会啊。
你的盐巴刚放多少？刚一匙，够吗？再放一匙。我也感觉有吃出来有多一匙盐的感觉。我觉得你蛮好笑的。这是辣椒吗？目前为止，阿姨你不觉得饭菜很称职？好厉害哦！哦，真的哦。对啊，做得非常好。谢谢。整个的刀工也很好。小心。就希望陈范范多互动一下就是。真的哦。哦，你们叫我范范回来。范范加油，范范，我真的是。哎，还有放大蒜。然后我们弄一弄啊。你刚刚是在犹豫什么？你要想说要不要优雅一点，还是要算了？算了。其实还是优雅一点比较好一点。还好啦，大家那么熟了。时间才七分钟哦。熟归熟，七分钟还是七分钟哦。然后放那个放辣椒，辣椒。它有放很多吗？没有没有，一半就好，再多一点。这样吧。几乎是全部了嘛。哦。好，你哎，我就说你放的几乎是全部了。我没有叫你全部放下去哦。你说的。所以说你们不要听旁人讲什么。没事，我们赶紧离开这边。OK， 那就放隔壁，然后现在煮面。哦，那你加热水干什么呢？啊？哦，把味道煨出来，然后就用这个汤汁就好了。那个时候不用面汤下进去就好了。哎，也对，也对，都要都要都要，没关系没关系。是不是要把蛤蜊丢进去？蛤蜊丢进来可以。哦耶！乱讲，乱讲，加油啦！我们带带回来，还是你这边。把面拿进去煨，然后我再加点汤水。陈哥，瞧这个银面很大哦。哇，这边再加点。真的哦，我觉得今天他们这边银面很大哦。对，而且重点是小米也会做。对。他本身超有概念的。真的。稍微让它收下一些。你觉得水要再多一点？不用，不用，马上够了。对，好像够了。把它拌进去，雪糕再加一点，再加一点的。好了，你们再继续加油啦！还是我们看看这边，时间快到了，俩还是嬉皮笑脸，快加几分钟。问题是面太硬了，是吧？所以面时间煮的时间要掌控。对，没错，好。加油！来捞，捞，捞，过来这边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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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下，下。哇！然后就是真的不怕烫，要快，要快，捞面三十秒，速快，快，速快，快，速快。开始乱倒了，开始乱倒了。他们做坏了！哇，隔壁已经做好了。哇，开始乱喷，开始乱喷了。来不及，来不及，倒数十秒。盖起来。来了。这时候还放汤汁。烧不干了，烧不干了。不放汤，我放盐巴不够。还要加盐哦。好。五秒。豁出去了。四秒。三秒。哇。两秒。一秒，时间到。我刚本来想放黑胡椒粉，我觉得这样比较好，对不对？而且我必须说，我们在8分钟就做完了。对，我们很超级优雅的部分。要不是因为大家很担心你们，我跟小米差点就要带来小好听的。没有，还好，还好没有上。这一次巧巧有了陆佳怡这位得力助手，看来复仇之路应该是没问题。不过詹姆斯强调，不要面虾汤的白酒海鲜意大利面，该怎么做才能鲜味十足？让我们快来看看呗。这次呢，我们把虾汤摆脱掉，可以做出什么样的海鲜的美味来？詹姆斯，好，那当然一开始我们今天的面是稍微比较宽一点的面。对，这种面跟一般意大利面有什么差别吗？煮的时间还是？煮的时间其实差不多啦。哇，仙女散花。对啊，好漂亮哦。那唯一不一样是这个动作要做。什么东西？面汤里面要加油啊？为什么？因为宽面比较容易会粘在一起，所以你放了这个橄榄油下去，它比较不会粘。如果有加了油的话，它比较。好，比较好做，对对对对，更好做。哇，这招是大绝招哎！就你不用盯着它了，放了它上面做。干煸四季豆、芥菜心炒干贝，两道。对，你真的一点都不会吗？